塞梅爹被家胖妈独孤独孤有身本妈很当呀我是村姑阿香，是个90后。我的短视频里面记录的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民风民俗，我们的风貌，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侗族大歌。我们三龙是侗歌窝、侗族大歌发源地、美人窝的美誉。那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嘛，就是我们三龙有句谚语叫做"捡得完石河里的石头，唱不完三龙的歌"。我们歌是很多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父亲都是唱歌。我们是吃饭唱歌、喝酒唱歌、干活唱歌、进新房子唱歌、娶媳妇儿唱歌，反正看见对方了也唱歌。对，贯穿大到我们的整个生活里面，歌养心，饭养身，歌是养我们的心的。我们这边的衡量一个人的这个就是标准，是以歌为主的。就比如说，你会的歌越多，就等于是教授级别的；你会的歌再少一点是歌是老师级别的。爸爸突然的去世，然后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呢，就是发现了有很多东西，我感觉都是只做到一半，就比如说他的动机只记到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就没有了。还有他录的歌曲一段一段的，就是那段时间有一个歌是他记录的，就刚好那段时间也走了。我小的时候是我奶奶也经常跟我说，我的乖孙女儿把这个歌给记录下来，再不记我就把它带进棺材里面去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开玩笑的一句话居然成了现实。我在想，如果是我们的下下代，那可能就是这些歌曲再也听不到了。我一想到这里，再想到爸爸，再想到那些老歌诗，有可能是所有的歌曲都会是这样的个结果，我就觉得很挺恐怖的。是我刚回家的时候，我来看魏源老师的时候，他给我梳头，这里在他家门口这里合影。现在去学校一下，因为这个侗族大歌要把它保护下去的，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学生来学习。我们现在去找那个学校的校长来谈一谈。一个季度举办一次比赛，然后把他们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。像现在这种大环境下，在外面打工的人还是很多，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把这些歌录下来，我制作成影片吧，拼接在那里，然后再把他的歌词翻译起来，让大家更多人了解。但有一个困难是我的时间有限，精力也是有限的。老人家嘛，白天他都出去干活，只有晚上他愿意回来，给我的时间极少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家年纪大的，有的时候他歌词会忘掉，他要集合几个歌师一起来念呀念呀念，又把那首歌给念通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的歌记到一半又停滞了，然后又要找很长的时间他们把那个歌理清楚了我再去录。对，我每一次去他们都很配合，就说特别喜欢你能够把这个歌那个传承下去写下去，不然的话我们又带走了。每一次录歌完之后我就感触特别深，就像是我去录我老师的歌，我每一次录都录到不一样的歌曲，它就完完全全像一个电脑一样，你搜索什么就有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香。抖音就是一个展现我们民族风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拍摄一个我们的风情，我们冲队的，我们的生活日常，大家都很关心、很关注，而且就是在里面的粉丝团，有的甚至是看见我的视频来到我的家乡，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平台。我在冲队的一个视频，我说给粉丝团制作那个辣椒酱，结果那个视频就有7-8千万的播放量，就有很多人在那下面留言，能不能把这个辣椒卖给他们？我说哎，这个好哎。甚至有一个人他直接买了100斤，这就把我们整个村的附近的辣椒全部都卖光了。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收获还挺大的，这个就是我的师傅之前嘛，因为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相继的去世嘛，而我们
这边的本地的习俗是你要去哪里唱歌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是要比较吉利的，要家庭幸福的人才会去，所以一下子失去亲人，还有他的歌，最重要的是人家也不请他去了，他就陷入一个灰色的地带，他不跟人家交流。后来我就是带我的粉丝去看他，请他来拍我们的侗族微电影，请他到我的直播间来唱歌，就忽然就大家对他的掌声呀认可呀，就他让他特别开心，就感觉到他自己还有价值在，还有这么多人的喜欢他，成了就是现在的笑脸也越来越多了。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那我肯定是依赖这里长大了嘛，习惯啊喜欢，是我真正的去深度的了解它，去发现它，发现自己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爱我们的民族文化。每一根柱子，每一根瓦片，就是我们先人一点一滴的组建的乡村整新。也作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我们的家乡，传承我们的文化，建设我们的家乡。